近日，亚洲天后蔡依林携手全球知名品牌施华洛世奇，并演绎了主题曲《旅程》。为了符合品牌的百变风格，在歌曲 MV 中 ，Jolin 一共尝试了九套造型，呈现出不同面貌，更租借好莱坞电影《回到未来》里的时光车前来助阵。这台1983年出产的双门跑车，全台湾只有一辆。面对古董双门的出价，车主都从未动心。这一次，导演放言由蔡依林拍摄 MV 所用，车主才同意割爱。在拍摄跑车桥段时 ，Jolin 身穿性感的超短裙不慎露底，对此他也是蛮不介意。当然会有一点点啦，尤其是你知道裤子很短，就是看到微笑线的时候。那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见怪不怪吧，我常常就会穿很露的衣服这样子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